小心！哎，是说九月里平淡无聊，一切都好，只缺烦恼。本期只在克星片不唱辣酱爆，辣的是你这周最期待的电影排行榜。地表最皮小新决战地表最强老爹，预知鹿死谁手。哎，这边请跟我走。I'm invisible. That's where I'm gonna be. But I got heat all over me. I'm not telling you where I am. 第六名，睾丸杀手啊！片商取这中文名字什么意思？我就问，乍听还以为兽医系结扎纪录片呢。描述 This is Sparta 的杰拉德·巴勒特饰演杀手界的高级玩家，简称睾丸。为了追杀诈骗集团，睾丸佯装闹事醉汉，被菜鸟女警逮捕拘留。三方在警局殊死决战。I'm coming in there,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. Now you see the difference? That.Is a psychopath. 电影《天龙特工队回路追杀令》导演力抗新冠肺炎，交出火爆成绩单，可以让你见识睾丸怎么玩。九月二十四，睾丸少爷。드디어대통령변장대한민국역사적인유행타임승진弗雷森巴列。第五名，逃出摩加迪修。摩加迪修底德维底加底加，描述1991年摩加迪修打内战，南韩大使与亲属孤立无援，命在旦夕。此时自家也在搞内战的北韩来使敲门，他们要牵起不可能的异业结盟，绝处求生。军舰岛导演带赵寅成一干剧组在北非谍影摩洛哥实景拍摄，逼真动人。私斗烽火中求公平正义，也有种卢湾达饭店既视感。南韩开化两周冠军，喜欢软娱乐硬题材的影迷，九月二十四现在要出征。He's healing. What?第四名，异类崛起。描述陨石撞击纽约州偏乡小镇，引发大规模生物死亡。女科学家被征召调查，尸体却逐一还魂重生。结果是外星人灭绝前派陨石来地球播种了妖修。He wants to talk to you. They're all facing north.本片在 IMDB 有1400人评鉴，均值10分至3.3分，挤进本榜垫军呢。呵呵，某种程度呼应片名，是不是？九月二十四，异类崛起。The most cunning trick of the devil is to try and convince one he doesn't exist.第三名，2019的恐怖片《恶灵陷阱》，描述男子爱上拉小提琴的女子，却中邪了，需要驱魔。以上，再多说一点好了，他呢有孤立的独栋鬼屋，宗教偶像崇拜，一个神父，慢慢 zoom in 的门，自动掉落的书，见血的墙，有在摇的摇椅，没人玩的玩具，不自然的瑜伽十字架，白布以及各种呐喊的所有恐怖片元素。九月二十四，再多看这一部。没有地表最强，只有地表更强。呵呵，亚军是连恩尼逊之急冻救援，描述雪崩造成矿场塌陷，他要组一支义和团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送300英尺长的通风管进灾区救命。Give me $50. One of my drivers just became available. What's it for? Bail. What? Told you this wasn't gonna be easy.终极警探三世界末日编剧亲指导筒，这一路紧绷途中，不但人为伤害，天灾也没断，根本一场要命的花式滑冰赛呀！九月二十四，冰天雪地大寒战。这是什么？这所学院是透过 AI 管理学生的。这就是前段班。冠军蜡笔小新最新剧场版，副标超长之谜案天下春日部学院的怪奇事件，描述在幼稚园待了30年的野原新之助终于要上贵族小学了，但风间对石男逆料，风间同学疑似被吸血鬼咬了屁屁，智能大幅减退。蜡笔小新突变名侦探柯南，要在8名嫌犯中抓出坏蛋。导演曾涉入19部蜡笔小新剧场版，这次走屁屁侦探路线，堪称奇招呢。九月二十四，解谜还需屁屁人。得，本周 Today 克星片报告完毕。想看更多影剧最新消息，请加入 Light Today 电影官方账号或者加 Light Today 电影频道。好香的好正的消息都在这里，也别忘了给你最期待的电影投票哦。我们下期见。